神交。如果遇到失败你也别烦恼，如果不能飞翔你就努力一蹦三尺高，做一只快乐的无敌三脚猫。插上爱的翅膀就充满力量，我坐上梦的飞船你就能去任何地方，就让每颗心灵都照进阳光，世界因你而充满希望。天才少年和前女友的文化衫。花姐，花姐，玩啊蛇！小柔，他干嘛来我们北京啊？你们北京，那是全国人民的。你们北京？行行行，就算是全国人民的北京，那你儿子为什么来全国人民的北京啊？来参加全国中学生化学竞赛呀、啊。嗯。都是高中生，就他一个初中生，挺牛啊！那是我们犹大爷淘气，比你淘。可该学习的时候，人知道学。就像你这样的，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哪哪都不要你，只能到外地打工去吧。逢年过节想回来，买不着火车票，买着火车票的也给我站十几个小时，给我站回来。还你们北京，不好好学习吧你？你们北京呢？挺牛，有人的呀。小李啊，哎，哎呦，哦，街道啊，组织给灾区捐衣服，这是我捐的，哎，你捐吗？废话，你都捐了，我能不捐吗？我过季衣服那么多。你捐多少件我按十倍捐。真的啊？我这个里里外外加起来十几件吧。十几件啊？你日子不过了。给灾区人民捐衣服那是个心意，你连这事儿都跟我夸不抵困，你没见了啊？哎呀，小五呀，我哪有呀，我说什么呢？行行，那你放这儿吧，你上班挺忙的，哪天有时间我把咱俩衣服一块送吧。真的？哎呦，小五太好了！那我走了，嗯，拜拜，拜拜，嗯。让你臭显摆，到时候送过去的时候随便拿上两三件，就说是咱俩合捐的，谁知道是谁的？妈耶妈耶，我瞧瞧，啊，妈本都捐呢。哪儿买的假名牌？我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拿瓶水。OK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衣服都捐了吧？捐了。主任是不是倍儿高兴？我没去街道办呀。啊？那把衣服捐哪儿了？我放小五那儿了。马王，我放小五那里呀、啊。你把衣服放小五那儿了？那，我说你为什么把衣服放小五那儿啊？小五说他也要捐，过两天一起送去呀、啊。哎呀，奶奶，你惹大祸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你怎么了？你喊什么呀？不好意思，你不知道，就那堆衣服里面有件文化衫，这胸口这儿印的是关键和他前女友的照片。那件衣服是绝对不能让赵小五看见的。我哪知道呀，那衣服是你收拾的，你有没有告诉我呀？那我哪知道你能把那堆衣服放赵小五那儿啊？切，这关键也是的，他前女友的东西干嘛不扔掉，要放你这里呀？我们是兄弟呀，他要结婚了，这种东西肯定是放我家。切，哎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放在他那里呢？你别打岔了，你想想，就赵小五那大醋坛子，他要真看你那件衣服，不得把关键绝不给烧了？哎呦，那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弄回来呀？怎么弄呀？我想想啊。
大河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又？算个男人呢，一叫着摇着尾巴，屁颠屁颠就走了。现在就让人管。我这当着圆圆呢，您说您这干嘛呢？我就是替你和圆圆着急。你瞧你哥现在这样，我告诉你们。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来。哎呦，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来，这是我们家尤大。哎呦，来，坐。来，快，喝口水。哎呀，坐下。坐。叫人呀，别不好意思。二总奶奶。哎呦，别，咱不按老家辈分，你就叫姐姐。姐姐好。哎，叔叔好。哎。是什么辈分？你说你，哎，坐吧，孩子看身体棒，光身体棒，那学习更棒啊！对，那是。你瞅瞅人家这孩子，你瞅瞅你们家猫，我们家猫哪能跟人有大比？你还愣着干嘛呀？赶快叫人，哥哥，这孩子。没别的，就是老实。对，看出来了。啊，不光老实，还聪明呢。你看这大背头。是，用你这大耳朵有福气。龙马耳大吗？什么耳大？人都有的。耳大有福吗？简直耳大。是，你看他们说的。哎，我刚买水果。哎，对，有水果。给削点水果。哎，行。那我去拿水果。拿去啊。我来吧，今天。你儿子来了也不给我个表现机会。哎，哥哥，你打不开这个。呀，怎么回事啊？这讨厌吗你？来，擦，来，给我。来，我来。哎呀，心里还不咋。哎嗨，对。笑什么笑？把扔下。这不是我说你们哈，就是把这孩子惯的。我呢，花姐姐，您平时比我们还惯他。来，擦擦手。哎，我把胳膊换了。快，走。哎，到我大床了，终于坐我床了。猫，给我坐这儿。猫，没事。我就知道你。孩子怎么这样哟？他太皮了。尤大，你就睡这儿了啊、哦，这是阁楼，你小姨小姨夫呢就睡你楼下，所以动作要轻点儿。晚上想上厕所呢，你就从这儿走，把它解开，到二楼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都在这儿睡。你有你的床。我要跟哥哥睡。那我带哥哥下楼睡。他去哪儿，我去哪儿。那我就在这儿跟他挤着睡吧。忙，不许这样啊！铁焕，不许这样，让哥哥睡。忙，小孩子，来，不许这样，就两晚上，哦，他礼拜一参加完没在，就直接走了。睡，来躺下吧。咱们睡这儿吧。别闹了啊。唯独没那家。
是不是让我们发现拿走了？再找再找，那边玩了。事儿啊！哎呦，小五呀，你还没睡觉呢，门开着，我们就进来了。我那个嘛，借给管一本书，今晚上急用，所以看门开着，进来找书来了。哎，什么书？我跟你讲，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个儿找就行。哎，你们俩坐那聊天吧。别跟我客气啊，小五，咱谁跟谁？谁跟你客气了？这我们家行吗？哎呀！小五，那书吧，你找不大方便。啊？卢宁，我可郑重的告诉你啊，你跟秦大可还没结婚呢。哎，你们俩坐这聊天吧，我自个儿找书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来来，小五坐，正好有事儿问你。哎，三百斤大鱼。你怎么说通你们家小官的？太 easy 了。啊、问题的关键就是四磨硬泡的同时、啊，你要注意发挥女性的魅力。哎，这哑铃不错啊，25公斤的吧？啊，2.5公斤的，这练劲儿好这个。哎呀呀，小五快快快，眼睛迷了，这边这边这边，快快快！上哪儿呢？上面上面，帮我吹一下。我看不见，我还没看到，还没，等会儿我还没找着。就在上面。哎呀！没事。别别动我，别动我！哎呀，你那手里什么呀？啊，哑铃。哎呀，那只。这什么呀？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刚才往下一倒，那么随便一捞，这，哎，这你们家抹布吧？莫名其妙，鬼鬼祟祟，赶紧回家了。哎，再见啊，小五。把这抹布投了。哦，快快快，你把那烂影子都收了。哎，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耗下去啊？起来吧，都6点了。晚上6点，你从昨晚上到现在，你说你跟这被窝里捂了多长时间了？你不难受啊？昨天都能打呼，没睡好，睡眠不足。你小孩还睡眠不足？少废话，赶紧起床。嗯，困。不吃饭了你？那没关系了，你就把饭端上来。这小子。哎，给他端去，行行行行行行。哎呦，来来来，伺候点儿。来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尿的，太凶了，尿床了呀，就不管尿了呢，不是我尿了，不是你尿谁尿的？他尿的，我好久不尿了，不是我尿的。别打理他，去去去，好好想帅小心点儿，有的哎，别摔着，慢点慢点，这没修没修哦。
来，休息休息。来，你今儿甭想出去玩去啊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去把你昨天拆的那把椅子给修好了去。我哥哥在楼上学习啊，影响他。你不会影响他，在露台上呢。椅子呢？没放露台上了呀。没工具。我也给你放露台上了，快去。逗你玩呢。算了，你凑合逗你玩儿。小管，哎，尤大困了，弄点提身的来啊。毛病真多。哎，哥哥学习上别地儿玩啊。嗯。哎。刚沏的，来，哎呦，咖啡哪行啊，我们有点喝不惯，苦了吧唧的。什么声儿？没声儿啊。哦，烫死我。今儿嘛咖啡好家伙可提了事儿。咱走吧，不拿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害朋友。去，给我拿块钻去。化解化解，来，带冰块冰水，快。叔叔，我喝不了凉水。啊？快点吧。没事儿。怎么回事？快，好好好，在后边后边。好家伙，冰火两重天。咱走吧。不行，绝对不能害朋友。去，再拿块砖去。真难伺候，来，有的提提神。小孩子哪有喝茶水的呀？你也真是。哎，别倒，那茶给我留着我喝。嗯，我有办法。哎，来，藏香提神。我闻香过敏。哎呀，啊，你捣什么乱？快！姐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幻听？妈，烫死我了！他们家怎么什么都往下扔啊？阿弥陀佛。菩萨保佑我，今儿把那背心拿下来吧。我求你了，别折腾了。不要，今儿我就赶紧让他拿下来。哎，这小子
子没得修好啊。下去吧。就为他，至于的吗？小五，这事你都知道了。记住了，美好的婚姻需要一个瞎眼的妻子和一个耳聋的丈夫。哎，老婆。小五呀，原来你一直都是装不知道的呀。嘿，那当然了，我认识我们家小五第二天，我就把这事儿跟我们家小五就说了。但是我们家宽宏大量的小五当时就原谅我了，是吧，老婆？嗯啊，哎呦，轻点！你们这帮没结婚的呀，这点基本的坦诚都没有，那婚姻怎么维持？哼，你说我这都是为嘛呀我？你姐不是活该？狗拿耗子！你脑子进水了？被门挤了？让驴踢了？哎，哪儿啊？谁去了？你要觉得老婆有点吵，如果老婆给你的零花有点少，如果你的老婆整天对你管头又管脚，快点看看我们的五三脚猫。大哥哥，我不渴。哎，妈呢？你告诉大人去啊，他们会相信你吗？他们是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我这个老实的孩子呀？你去呀。你去啊！救命啊！坏人，九大是坏人，他真是坏人。说这世界上会有人相信你吗？还是的，谁说没有？有。你们不知道毛说的这个事儿，我们尤大都干得出来。尤大，哼，我还奇怪呢，这两天你也太老实点，你给我站起来，自己说。妈，这大半年没见，我进步了。最好是进步了，你要让我再逮着你欺负弟弟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知道了，上楼去。在面了吧？傻眼了吧？玩线了吧？没词儿了吧？头头，天哪，这世界上莫非还有能治得住我们家猫的小孩？嗯，一物降一物，我以为就猫的聪明劲儿就见着天了呢。我们尤大那个智商，参加全运会的跟参加奥运会的能一块儿比吗？哎，老婆，你不是你这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啊？过来啊！这
这事儿没过去吗？过去了。嗯，过去了。你怎么不把他扔了呀？为什么咱俩一结婚你就把他放到二师兄那儿了呢？嗯，不，这我真没想过。那你现在想，我急等着答案。啊，哎，老婆，我跟你说实话啊，自从咱俩结婚了以后，我真的没有再跟他有过任何联系，真的，我发誓。你不相信我吗？我要有半句假话，一道闷雷把我活活劈成一根响木炭。我短信。哎，我已无意留恋这个世界，永别了我的朋友朱小曼。不是，真是他！哎，老婆，我发誓，我真的没跟他有任何联系了，真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他这什么意思呀？都什么意思？我这想什么意思？没头没脑来这么一句，这……哎，老婆，这好像是想自杀吧？他啊？嗯，你说我去吗？你问我？对呀，这不……你干嘛问我呀？我那……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夜夜还没吃呢。我短缺，我就活该伺候你的，伺候完小的，伺候老的，伺候完老的又伺候小的。哎，哥哥，这是什么呀？姜。不是吧？我看是肉。嗯，是肉。哥哥，你尝尝。嗯，是肉。活该！你害我！你才害我的！你害我！你害我！你害我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哥哥给我吃一块大姜，打死我了！你管管他们！别闹！漱漱口去！你就不知道让他点儿？还怎么让？够让着了！这孩子，别光顾着吃，起来干点活。哦。说你呢。哦。没事啊，啊，你那前女友干嘛呀？要死要活的？没事没事，就是跟她男朋友打架了呗。啊？哎，不是你想那样啊！为了证明我清白，我把过程全都录下来了，我可以放给你听。你这个，听他声，我得酝酿酝酿，要不然太刺激了。行，放吧。哎，好嘞。好的，老婆，我已经来到了我这个前这个女孩的家门口，我现在衣冠整齐，心态从容，我要进去了啊。嘿，你是这样，你别着急啊，你慢慢说。听明白了吧？什么玩意儿啊？这里边有用我们人的语言说的话吗？你好像都听懂了啊。哎，对，不是，这是他过于激动了，你知道吧？再加上他天生有点大舌头，哎，真的，我也是费了半天的劲，我才勉强听明白他说的什么。哎呦，可真默契，嘿！哎，这事儿咱不提了啊。我录这个就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现在已经证明了，那咱就不说了，我删了啊。哎，嗯，什么呀？什么就删了呀？这里边说什么呢？这里边她就说她跟男朋友吵架，她男朋友霸道，一吵架就动手，又把她打了。哎呀，她男朋友霸道，打她，她就给你发信息，还什么永别啦，我的朋友，她是想跟那边分手，回头勾搭你。不，不可能，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当然不可能，我这后面还有呢，你继续听啊。你，没事，乱七八糟。哎，他是说啊，好几次了。他回来找他道歉，我就原谅他，哎，他就原谅他了。我实在是不知道
他就是随便找人跟他聊聊，也不知道他怎么他就找着我了。行了，咱不听了，呜啦哇啦怪闹心的，听多了难受啊。以后就没事了。又是他。喂，啊，啊，啊！你说，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慢慢说。嗯，嗯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回来！小五来了哟！小五，你怎么自个儿来了？哎，管家呢？哎，哎，怎么了，小五？又和管家吵架了？哎呀，小五，你别这样呀！你跟我们说说。别闭眼睛说出来。对对对啊，心里好受点。哎，啥也别说，来瓶二锅头。二锅头，没事，小孩忙你的吧。这小哥俩上午打的还跟冤家对头似的呢，现在又好了。干嘛呢？这儿在忙啊，非要给哥哥表演口算，说不打可班，你说一个他告你一个，说一个他告你一个。你说呀，还是我说呀？好好好。你说，嗯，一二三，是我称起，再来五，挑挑挑挑，哎，不错呀，二十四乘三十八，九百一十二，多厉害！猫儿，四十三，四乘以五十六点七是多少啊？2438.1。有大可以呀，啊？啊，那行，我考你们俩，77除以5，15.4，52乘以9乘以5，2340，105.6乘以39.4，4160.64。哎呦，有大比猫还厉害呢，猫不灵了吧？有什么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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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呦，出息！有什么呢？我得出息点了！哎呦呦！不许抢我们家饼干！这是我爸给我买的。哎，行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抢我们家饼干！你跟我走，回你老家去！周末待几天、啊？你找他。哥哥明儿就走了，你找什么事儿啊？去给弟弟认个错。给哥哥认个错去。没台阶儿啊。啊？这玩意儿合适吗？哥哥，你弄大了，咱俩一起玩 PSP 吧。你看看，猫儿多懂事，快，你快玩来。嗯。我不玩，妈，明天还要比赛呢，我复习功课去了。嘿，说这孩子非常不痛快，是不是？认个错怎么了你？妈，你还要走吗？乖，乖啊，乖，乖，乖，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你们家小五醉了，要找你算账呢。好了呀，说呀，为什么？我是想保留一点对。哎，别跟我们，冲小五说。我是想保留一点对过去的回忆。哎，可是我不觉得这有错呀。哎，听见没有？那你还不觉得你自己有错？哦，那我问你，
你为什么把那个文化衫放在我们大可这里，不敢放在你自己那里啊？那是因为你们都觉得这是错的，我没办法。还是错的呀。我承认，我现在很幸福，对吧？可是不能因为现在我幸福了，我过得好了，我就不能保留对过去的一点美好回忆啊！为了取悦我现在的爱人，我就必须把我原来的一段回忆从脑子里完全剔除，行吗？哎，咱们就说吧，在路上你碰上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，你能不管他吗？当然不能。如果没有接过吻，啊，为了表达对你现在爱人的忠诚，就得拼命表现对你过去爱人的残忍，这对吗？为什么呀？哦，真要是这么一冷血动物，你敢要吗？咱就说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那人跟人之间应该是相互的吧，对不对？嘿，还挺有理。官儿，我跟您说啊，你留回忆啊，我不反对。可问题是你为嘛现在还去看他呀？你别跟我说做不成爱人就能做朋友那套鬼话。是你去看他不是嘛错事儿，可女人为这事儿吃醋也是天经地义的呀。官儿，爱情啊都是自私的，你想过小五的感受吗？如果说我错了，我就是错在这儿了，我的确忽略了小五的感受。你甭跟我们说，跟你老婆说。对。老婆，咱俩这么多年了，对吧？你了解我，我也了解你。其实你心里清楚得很，我关键绝对不可能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对吗？呵，这酒味儿。我没闻见酒味儿。别打岔，接着说。老婆，别生气了，真的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而且你看，他刚给我发了信息，他说非常抱歉打扰我现在的生活，而且一定要我转达他对你的感谢。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么宽容地放纵我去劝他，帮他度过了人生中最大的难关。回去你看，有一句话是咱俩结婚的时候我对你说过的，而且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是这么做的。我敢保证，以后未来七十年我还会这么做下去。我就是想你知道，你才是我关键心里最关键的那个人，你的感受才是我关键心里最关键的感受。老婆，老婆，哎，老婆你别哭啊！你看，你拿我撒气吧，怎么着都成。你喝醉了，你再这么伤心会伤身体的，老婆。你不喝醉了吗？怎么可能啊，我们店里啊从来不卖含酒精饮料，进去不是不知道。就是我傻呀，我喝醉了，我料你关小健也不敢做出什么错事儿。那不是，那你这儿，那可是我还是想听你把刚才那话再说一遍。你不知道女人对甜言蜜语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吗？小子怎样怎样。你们三个啊，哼！都是你惹的事儿。小姨，我已经认过错了。认过错就完了？回头再说。哎，有大呀，来，跟你说个事儿。我妈的事儿。对。你妈，我知道我妈不容易，背井离乡，一个月就挣那么点钱，还要供我读书。对，昨天，昨天是我错了，嗯，我不应该对我妈那样。是，所以，所以我已经跟我妈认过错了。姐姐，您还有事儿吗？没了。刘大哥哥，这给你。比完赛再吃，谢谢啊。比赛的时候啊，麻烦点那事儿，那拿第一就行了，别一下拉人家好几十分的，都是拿奖，你让第二、第三名多没面子呀，啊！也别太早交卷了，现在老师很没水平。嗯，妈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多注意身体，别不舍得给自己花钱。咦，我把钱都花光了，你以后上个屁大学啊？嗯。学霸，学霸来了，出来接你来了。
我来，去。行了，来嘛。哎，让小姨子，走。妈，哎，把那个盒子给我。这个，妈，这是给你的，以后口算能更快。谢谢有大哥哥，不谢。妈，嗯，我走了。啊，去吧，好好比赛，走吧，千万别检查，查不动心了啊。嗯，妈，春节能早点回家吗？啊，开春中考报志愿了，你们都不回来，我跟谁商量啊？不用商量，县一种。怎么，咱县又二种了？你说这家乡建设素啊？没，就县一中。妈，没事儿，您早点回来，成吗？哎，去吧啊。刘大，刘大，快点，车上就等你一个人了。妈，我走了。去吧。半年了不见一面，没事儿啊。嗯，哎，你看着哥哥多不容易，你还欺负人家，你好意思啊？我们俩早就和好了。嗯，再说了，我还送他东西了呢。什么？啊，就你送的一盒饼干呢？一盒饼干那叫心意呀，我送他的是一个 PSP。我的？嗯。怎么回事啊？哥哥一人在家没人陪，比我们还需要 PSP。我怕明明给哥哥不要，所以就耍了点小伎俩，没想到哥哥还真上当了。我们犹大上你当，嗯，他是给你留面子。打开看看吧。嗯。我们犹大有志气，不是自己的东西绝不要。论聪明啊，谁也比不上我儿子。
怜香梦让人醉，看你佳人如花蕊，愿你一生平安，幸福永在你周围。